由开发《暗影战略：将军之刃》的德国秘密 Games 工作室所研发，在即时策略领域中赫赫有名的《王牌威龙》系列终于也推出最新作喽！《王牌威龙三》是一部西部风格的即时策略游戏，玩家将再次扮演赏金猎人约翰·库珀，从科罗拉多山脉出发前往西墨西哥州，并揭晓主角不为人知的过去。游戏的玩法和《暗影战略》相当类似，是一款主打超高自由度的策略游戏。玩家必须控制库珀和他的四名同伴，想办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任务。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技能，例如库珀可以丢出无声的飞刀，而赫克托则是可以放置大型捕兽夹来一个请君入瓮。你甚至可以根据你喜欢的游戏风格选择完成目标的方式。不管是想要一路潜行暗杀，还是要光明正大掏出两关左轮大杀四方，都随你高兴。游戏甚至贴心地设计了马匹、落石、吊钟等各式各样的场景物件，让你体验花式处决敌方的乐趣哦。即使不小心触发警报或是暂时卡关也没有关系，游戏中不只设计了快捷存档和读取，让你可以频繁的试错，甚至还可以透过开启决斗模式来暂停时间，仔细安排每个角色在同一时间内的行动。有时候乍看之下无解的难题，也可以透过队友们无缝接轨的合作来化解哦。王牌威龙三已经正式上架，喜欢本系列的玩家赶快来体验库珀的全新冒险吧。Thank you.